再欢迎表演者出场。欢迎欢迎。哇，这四个造型简直是，真的是太有戏剧效果，包罗万象。这一看就是想，但这个题目是什么呢？绝了嘞！我们今天这个题目，大家要用一点心了。嗯，谁是牛角萨克斯风的拥有者？牛角主人，主人啊！牛角萨克斯风，我们先拿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！哇，牛角萨克斯风，这个音阶好像全部都有，都有音阶全部都有，很特别，很漂亮。这个花了不少时间哦。其实要以外形来看，每个人都可能是他的主人呐。对，很绝的特色。这个题目真的每一个都不像，他是有点像，真的。怎么来证明？那每个人都要来说一说了，是吧？哎，不用吹什么音符了，啊，就有声音就可以，吹着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看看刘文刘文斌先生，先给我们试试看。你手要伸出来吗？对啊。没有手。因为我可以先讲我这个那个牛角的，他说那个由来好不好？哦，由来。由来。这个由来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放牛。哦，较早细汉时，赶快拢爱看有哩山顶嘛。哦，你是小牧童。对对，啊，结果吼，那个牛哈，那牛吼发生感情以后吼，这个这只牛刚好病死掉。啊。好，因为病死了。每天哦，一到早天晚上都相处在一起嘛，好像自己儿子一样。啊，结果病死了，结果有感情，结果吼舍不得哈离开他，结果把他的牛角哈，把它剥下来哈。当那个萨克斯风在哈身边，有时候哈小时候在玩一玩吹一吹，啊留在身边哈就是见面之前，哎呦，还有纪念价值，还有这段故事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那你们家的牛羊了都是？哦，就是我之前去南非，然后巡回表演的时候，然后因为那我表演琵琶啦，然后因为当地的居民就很感动，就是觉得我表演的还蛮好听，然后就送我这个礼物当谢礼。哎呦，这可信度已经超过了耳机上。对，这有可能的啊。对呀。哎呦。哎。你要帮忙扶一下，要帮你扶啊。要不要扶着？哇，他拿起来已经跟你一半身高一样哎。因为他刚刚已经讲是别人送他的。对。嗯。好诡异哦！你还没有啊？好像有出来吗？有，好像牛叫的声音嘛。哦，我怀疑你不是吹了，你是吹好轻松就吹出声音来了，应该是不简单呢。很响啊。好，有点诱惑。第三位了，好难哦。先跟我们讲，他是哪？你是你养的牛吗？这个，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去旅游嘛，然后就看到，怎么那么漂亮的那个什么水牛啊，他就带回来做纪念这样子。整只水牛都带回来吗？整只水牛，不是水牛啦，黄牛啊。啊，黄牛。黄牛。那牛肉到哪里去了？肚子里面。吃掉了。不利用力。哎，有呀，有哎。他吹的声音好低哦。没有音阶的啦，有声音的哈。啊，傅明慧看起来就很像学音乐的。真的，单眼皮。你是他的主人吗？当然是啊。啊，我答应我们家是音乐世家，然后我的阿公常常去世界各地收集各式各样的乐器回来，像牛角，我们家还有海螺，所以就是海螺，所以那就是他了嘛。音乐世家，所以你从小也学音乐，学了多久？我从小就有学钢琴，然后长大之后我还有学唢呐，就是都是吹管的乐器。哇，有唢呐，那到目前这样子，你们有没有把握说大概是谁？非常没有把握，非常没有知道，对，每个都吹得一样烂的。不像有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的题目并不是说谁是这个牛角的演奏者啊，对，是拥有者，谁是拥有这个牛角的主人啊，对不对啊？可能从他们的才艺呢，这样，
表现一下。那一号呢？他就是喜欢收集怪里怪气的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，他呢？接下来表演一个什么东西？我就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吸，任何东西都能吸。对，只要是平面的东西都可以吸。来看看啊，哎，加深一点其他的印象。终于打开狗狗，我会跟你们的节目哈坦诚相见。哇！没想到年纪这么大还是有国小的身材。真的可爱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秋吉啊，摆上去就吸了。吸住哎，真的！哎呦，麻将！真的吗？哇！哎，什么都能吸，那不是铁的，怎么吸得住啊？哦，奇怪了。哦，这传真机啊！传真机，怎么可能哎？哇！重达4公斤的传真机，这位木牛阿伯真的可以轻易吸上身吗？咱们走着瞧呗。大魔镜16强淘汰赛进入倒数计时，谁能胜出晋级前8强？而在今天的16强与4轮比赛中，又会出现如何令人惊喜或如何神奇的表演？锁定综艺大哥大，精彩大魔镜马上登场。我的传真机啊！传真机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啦！真的假的？当场吸住你啊！哇！真的，真的！哇！好奇怪哦！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！就因为身体，他的身体状况，所以他就开始收集一件特别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他的这个牛角说是属于他跟这个画的关系。好，那刚刚我们跟4号有说了，哎，他也是很接近的哦。哎，他有吹唢呐，刚刚讲的，家里面是音乐世家。来来来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笑起来真的是超可爱，真的哇！你有没有妹妹或姐姐？我有一个弟弟。我接不下去，通常都会这样的，那介绍给我。很多男生都这样。对，我有哥哥。不知道有一句话你没听到，你刚刚是说有也不敢介绍给你。这真的睡不着了，真的。不是，怎么会有这种误传？谦虚，为什么？讲为什么？讲真的。害怕的，年纪太大，所以就不要乱问。飞哥年纪哪有大？他身体状况才20岁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而且他还吸哈雷耶。对啊，吸哈雷耶，而且我也可以吸电影。对啊。他也很可能是牛角的拥有者，拥有者啊，他们两位也很有可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，现在就要猜了，不好意思，就这样了。到底谁是我们这个牛角萨克斯风的拥有者呢？对，谁是他的主人呢？好，请举牌。佩珍，哎，爱丽丝，伟如。叮当，哦，下马倩，哎，哎，
3134号啊，哎呀，没有二号没有人选，好，到底谁是我们这一支神奇牛角萨克斯风的主人呢？数到三，请向前一步，一、二、三。现在我们就请沙木松先生来我们表演这个牛角萨克斯风。耶！蛮有意思的，对，大概到什么状情况，哎，你就会愿意割爱？那个飞哥要吗？我可以给你做一个。哇，那飞哥要用另外的牛角喽。那可是这样，同行相忌啊。你都是在纽约纽约门口嘛，那我就到恩主公下面。好了，谢谢沙木松先生，谢谢，是啊。谢谢。